是小雨。今天呢，小雨要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身旁这台非常经典的小钢炮，它就是福斯2008年出厂的第五代 Golf GTI。首先，我们先带大家看到车头的部分，采用了同时期经典家族设计语言，搭配了只有性能车呢才有的蜂巢状水箱护罩。镀铬的 GTI 文字呢，可以非常明确地表明了它的身份。还有呢，可以看到就是历代 GTI 都会有的红线的设计。另外呢，看到大灯的部分，它的设计呢是配合了车身的线条，采用比较圆润的设计语言。形状的话呢是 HID 鱼眼，搭配了 CCFL 式灯所形成的天使鱼眼，可以说是非常的经典哦。再来呢，带大家看到车侧的部分。经典的17寸战斧式的铝圈造型，搭配的是225/45R17的轮胎尺码，在当年呢可以说是无数品牌模仿的对象，辨识度是非常的高。车门的部分可以看出呢，这台是5门的版本，比起3门的版本呢，5门版本呢是更加具有实用性，在小家庭使用起来也更加的方便哦。车尾的部分，我们可以看到圆润线条的设计语言，让这台 GTI 甚至有些可爱起来了。尾灯的部分采用4圆灯的设计，标示清晰且运动感十足。车尾门的左下方同样有着 GTI 的镀铬文字，展现出了它的与众不同的身份。排气管呢，可以看到是采用单边双出的设计，非常的低调内敛。那在市场上呢，也有各种的改装套件，如果想要改成双边双出或者是中置双出的样式，也都不是难事哦。再来，我们看到行李箱的部分，行李箱打开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空间非常的平整，并且呢没有不规则的凸起。行李箱呢附有4个挂钩，可以额外使用网罩来固定行李之类的物品。两侧呢则有隐藏式的储物箱，可以放说明书、灭火器之类的物品。而右侧有一个12V 的电源，出去旅行用来接随车冰箱呢是非常好用的。行李箱置板下方呢有一个网状的储物栏，完全利用了空间，一点也不浪费哦。我们介绍驾驶中控的部分，承袭福斯一贯的风格，驾驶中控的设计虽然简约，但是功能非常的明确，操作也非常的便利，材料工艺及触感方面都非常的好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，它采用的是3幅式多功能平底方向盘，两侧呢采用了带有透气孔的平直材料，运动感及实用性十足。下方呢同样有 GTI 的镀铬名牌，视觉效果还有辨识度都非常的好。方向盘后方呢配有换挡拨片，让这台车更有操作上的可玩性哦。仪表板的部分采用2大2小的圆形表盘，由左至右分别是转速、水温、油量以及速度。中央呢则配有一组单色的 LCD 显示荧幕，可以显示各项行车资讯。中控台的部分相较于现在的车型设计非常的简约，由上而下我们可以看到空调出风口以及出风口之间的警示灯开关，还有乘客的安全气囊开关，下面则是带有 MP3 功能的 CD 音响，最下方呢可以看到是3旋钮式的自动恒温空调系统。排挡座的部分呢，前方有一个隐藏式的烟灰缸以及 12V 点烟器，然后是胎压警报以及动态稳定系统等开关。排挡杆的后方呢，则有一组带有盖板的杯架置物空间。本车的座椅呢，是采用 Golf GTI 经典的格纹织物座椅，造型设计极具运动感，而且包覆感极强。可以看到呢，大腿以及腰部的侧围，真的呢是可以把驾驶者紧紧固定在座位上。因此呢，在各种激烈的驾驶情况之下呢，都能够提供稳定的坐姿。座椅的部分呢，附有多项电动调整，可以轻松调整到自己最舒服的姿势。以我现在165公分来说呢，我头部的空间呢，还有大约是2拳的空间，也是非常的舒服的。那副驾驶座呢，下方还有一个隐藏式的小抽屉，藏一些私房钱呢，小东西呢，都是刚刚好的。接下来我们看到后座的部分，
坐垫的柔软度呢是非常适中的，两侧呢也是有不错的支撑效果。可以看到呢，我的腿部空间呢还有大约是三拳的空间，那我的头部空间呢还有大约是两拳半左右的距离，所以后排乘客的空间呢也算是相当足够的哦。再来，我们可以看到后座配置的部分，有独立的后座的出风口，出风口下方呢有两个隐藏式的杯架。可以收纳的中央扶手，可以独立开关，并且呢连通行李箱的盖板，这个功能是非常方便的，可以让后座的人呢能够快速的拿取行李箱的物件，等同于一个超大的后座储物空间哦。五代 Golf GTI 搭载的引擎是 2.0 升 FSI Turbo， 在缸内直喷与涡轮增压的双重助力之下，它拥有最大马力200匹以及最大扭力 28.6 公斤米的卓越出力。而变速系统呢，则是采用双离合器构造的六速 DSG， 仅需要 6.9 秒就可以完成0到100的加速。那极速的部分则有233公里的实力。我们就要准备来试驾这一台 GTI 小钢炮了。那我们试驾的路线呢，会从捷运汽车前面这条立贤路，然后开到承德路之后呢，回转上社子大桥，然后再回到捷运汽车。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。已经结束了。其实呢，我在知道今天要来拍 GTI 试驾 GTI 的时候，我还蛮兴奋的。因为 GTI 呢，在我印象中，它就是大家都说它是小钢炮嘛，所以它就是拿来开可能速度会比较快的、动力比较好的一款车。那我也没开过，所以我想说呢，今天刚好有机会呢，可以来开 GTI。然后我刚才这样子试驾呢，跑了一下，我觉得它的加速呢，确实就是。如同它小钢炮的名称，就是它踩油门呢，轻轻一踩，它的加速很快就对了。然后它加速之后就你再继续踩，它还会继续的再往上加速。那因为我们这边刚才的速度最高的限速是只能开到80，所以如果说我们有机会可以上高速公路的话，它那个动力的表现应该会更明显。不过刚才这样开呢，你们应该也可以听得到声浪的那个感觉，他们应该听得到吧？涡轮出来了，有吗？有，我看我有感觉到涡轮。对，就是我们在加速的时候，它的那个转速啊，然后它的那个声浪的感觉，就是驾驶会很开心、很爽快的感觉，你懂吗？会很兴奋。对，驾驶开起来会很兴奋啊，因为你听到那个声音就哇，就是会很。
我都有了，你们一定也有，男生一定感受更明显，对不对？这样一台经典的性能车款，现在想要收藏它的价格是多少呢？当年的新车到手价是132.8万，现在我们店内这台车的售价只需要35.8万。通过网络订购，这台车呢还可以再优惠3万，所以只需要32.8万就可以把它开回家喽。另外，本公司现在呢有三大优惠活动：线上刷卡下定可以享定金5000，折抵车价1万。凭3000元的振兴券下定呢，就可以折抵车价10000元。购车还享半年免费保固，包含了引擎、变速箱，还有方向机本体。想要收藏这台第五代 Golf GTI 的朋友们，千万不要错过机会了。我们的赏车地址是台北市北投区立贤路61号，服务专线0917435209。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吗？快点到捷运汽车 Facebook 帮我们按个赞。并且到我们捷运汽车的 YouTube 频道按赞跟订阅，开启小铃铛哦。这台车的相关连结还有我的 IG 连结都放在影片下方的说明。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喽。